你们啊，肯定啊，又觉得我在浪费了。其实不是的，菠萝蜜啊，熟了在当地啊，是没人要的，只能砍掉啊，当肥料了。如果啊，你们看着有食欲的话，树上啊还有很多好的，这种啊也就两块。哇，不妨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，给你发，满满一大个了。